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我跟 我弟在家乐福，然后我们这边打算去买那个买一些材料，我们待会儿要做一下饼干，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好顺便吃一下烤肉吃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吃了什么烤肉，当然菜还没上完，但是就这样。这里有一份那个这什么来着，牛五花肉，对，牛五花肉，然后一般韩式烤肉嘛，我跟我弟特别喜欢吃韩烤，这个南瓜汤一般都送的嘛，然后这些小菜都送的，就这样，我们待会儿录像。来了这个，我也都忘了点的是什么了，但是这个还不是特别便宜，这家店还比较贵，我们两个人这么多200多，我这还有两个冷面。打扰一下啊。OK， 可以录得到吧？完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的，我先烤，挺好吃的。咱们先把这个烤。还没有完全热。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看烤肉，还是看我们？这样。啊，你过来点。让他们可以看到烤肉。你压一下吧，这个腿往下压一下。掉了，我去！不是你这个一压我，这个就得一直这样。那这个就看不到我的菜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，是这个头半个头切掉了。好吧，无所谓了。不行，这个我有点强迫症，这个头得上去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有点这个你的头发耶，刚走没有，你又有头发，你头发有点多 Christmas again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tell me you're gay 有才吉姆教我的 someone special我不行了，还没开呢你就烤，不信这个你要吗？土豆泥，那你吃吧，你我知道你我超爱吃土豆泥，没事了。有鸡蛋你吃吧。But the very next day, you tell me you're gay. 脸一下子变了，鸡蛋。这南瓜汤我也不是特别爱喝，平时。你要吗？要。木耳，我爱吃。有瓜果，你烤去是吗？什么呀？好吃、啊，饿死我了！这种，郭沫，这个小菜都可以无限那个。这土豆泥我不爱吃，我爱吃但有鸡蛋。我把菜拿过来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我教你一个东西。哇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呀。这 zucchini 我不爱吃。我要去看一看，这是不是要炒菜？看着有点辣。你喜欢烤泡菜啊？对。这个我炒菜吗？但必须得放菜，要不然吃不。这个也是鸡蛋呀，你吃的没有太大味儿，不辣。你吃了吗？
是吗？没有吧。哇，甜的不辣。各位，我在吃鸡蛋。这个，你这算你这个。这好了吗？你喜欢吃的啥还是喜欢吃的啥呀？什么？我喜欢吃比较生的。你喜欢吃比较生的对吧？对。你喜欢吃焦的我知道。对。你们喜欢吃生的还是喜欢吃焦的？我喜欢口感嫩的。那给你这个。嗯。我喜欢吃特别特别焦的，跟我爸一样。但我爸那个太过了，他那个是烤糊。对他来说，焦是口。我给你讲，烤泡菜真好吃。是的，啊，烤泡菜。对啊。这种年糕，哎呀。尝个。我觉得这个年糕可以烤一下。是年糕吗？这种面放鸡蛋哦，谢谢，放那儿。那是酱啊。这是你的辣酱。哦，这不是年糕。哎，不要鸡蛋，不要酱。好的，谢谢。哇，冷面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了。怎么对焦不行啊？我吃菜了。我就喜欢这种特别。哪个酱好吃？你尝尝烤泡菜味。不要。你说好吃，你尝尝。辣吗？不辣。哦，不辣呀，那我尝。泡菜你一点都不辣。啊，手滑了。那你帮我烤一个呀。但你必须那个烤的时候，一般这辣酱都出来了。怪不得他那么喜欢吃烤。羊肉，滚蛋。问他有没有酱可能了。嗯，这样吗？中间那个是吗？嗯，为啥？
泡菜烤起来味道会变吗？啊！我这个掉鸡蛋里了。好，提醒我，这是你的，好吗？这是我的吗？对，你那个掉鸡蛋里。我也喜欢泡菜比较深一点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跟这个照相机真的是过不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觉得这个每个角度都不完美，虽然本来就没有完美这种东西。哇，而且这个对焦老是有点一点问题，对不起。我真的特别想吃冷面，对焦清楚吗？老是觉得不清楚。我泡菜好了，看旁边吧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我吃了。等一下，你得放那个跟肉和那个菜放在一起。然后烤完了没有酱了以后，味道其实就是个很甜的白菜，是吗？你不热吗？你不热吗？哇，最近上海超热，现在是25号圣诞节，然后上海热死了，真的。这24号真的挺热的，25号。大家可以看到他穿 T 恤，但我本来就是感觉别人的0度就是我的10度这样的，可能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体温可能会固定吧，这个身高，所以特别怕热。T 恤、毛衣、羽绒服，你看我在吃烤肉，你这个有点过了。我都焦了，我知道，但是你这个还没熟。不是，这不是也是烤吗？这不是，这是在酱里它煮吗？得烤。好了，你再吃了，咱可饱了。你问问菜吧，吃完了我这个。什么？对。香菜，甜白菜。那个能再拿几块菜吗？谢谢啊。我是看我待会儿要喝，我喜欢吃这个泡菜汤。你一般两个都蘸呀？嗯。特别喜欢这种纯德，特别香的。我从来没吃过烤泡菜，我连泡菜都没怎么吃过。
这个菜的吗？啊，是菜的。我怕在我告诉你什么味儿。甜酸白菜。干嘛呢？哦，是等菜的都。但是这可以换一下了。你别吃饱了，还有两份肉呢。那好，你的生菜。谢谢啊。哎天啊，那二三那。你拿点大一点的。好的。这个吗？对，你拿你这个。要这个酱吗？对，是的。你喜欢哪个？好，泡菜拿好了。没有，他待会那个啥的，待会。我一般拿这个在蘸，这个什么泡菜基本没有味儿，就酸甜的。你这没泡菜还是有没啥啊？那你放少了。那我们家这个真好。猫子煮虎游戏还挺厉害的，还记得龙之虎吗？哦，龙之虎。我玩游戏其实我玩的不多，各位，但是我一开始玩我就会沉迷的特别特别严重，所以我一般不会玩，因为一沉迷之后不行了就完蛋了，我跟你说。上不起了，有段时间龙之虎，继子这不是继子，是我一个师傅，他一直带我玩，然后连麦玩那个游戏，真的很好玩的。龙之虎12个小时玩了，对，然后一直到账号被那个就说防止沉迷那样的，就不让我玩了。那真的好玩了，这个菜这个好像芝麻菜了，对，芝麻酱。好吃啊！是酱沙拉酱丸最好吃。一般，你把这个给我。那你吃掉。哇，这个好吃。Cranberry。走开了，别吃了，那都太胖了。那个冰箱有黄的那个，就是那个。哥们说我胖。啊！辣！你看这胖的女的，又胖又贪婪。你看，你说这个哥们儿又胖又玩游戏，然后呢，你这个他，我觉得你最不好意思说我的就是我胖，你看看自己好吗？没有，我极胖，一直是胖。我们在录视频吧，那边旁边一直在笑，我们这么好玩，姨妈笑掉。我来弄吧，哎呀，你累死了，好累啊，胳膊。你就管吃就好了。你把我那泡菜放到这个，不好意思，可可。我了。然后泡菜放那。什么呀？这个也放啊？对啊。这还没烤好吧？那脚啊，我喜欢生的。这个也在烤，糖糖。这个也是在烤的，不是煮的。一根没了。好了，我把直接把
碗这泡菜吃了。你说我智商有问题，说我幼稚，说我什么我都能接受，因为这事实。但是你这个胖子说我胖，他老是没事就说别吃了，你太胖了，心地。这个我觉得要考试，你看，这肉太大了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给我的小哥。怎么全到泡菜池里去了？控制不住。你把它捞起来呀，孩子。我待会儿吃。不是，这还没烤完呢。哎呦，还生的。你不要吃这个，好，这个不好，好，不要吃。好，这个真的还得烤，这个不安全。刚刚吃的还行。这个中国很多肉他们都是得，特别是中国很多餐厅的肉还是得多烤一下，不只是在中国，毕竟在国外那个肉都一样的，也得多烤。